位老师，各位群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今天由钟正山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教练传统五式太极拳108式。下面我为新来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钟老师。钟老师是五式太极拳第5代传人。中国武术八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式太极拳传承人，现任钟正山五式太极拳总会会长等职务。钟正山老师乃五式太极拳创始人吴玉湘之嫡玄孙，第5代子婿，从学于太极拳第4代传人、中国太极拳13名家之一姚劲先生。系列五式太极拳、刀剑杆枪推手等，尽得真传。钟老师潜心研究太极拳，曾发表《太极拳听劲与懂劲》等多篇论文，《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五式太极拳》等著作。多年来，钟老师全身心致力于五式太极拳的传播与推广、传承与发展。学员遍布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上次钟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心静体松是太极拳入门功夫，和教练了五式太极拳第6式到第10式。下面钟老师将为我们介绍力如平准、活似车轮是太极拳的独特活动方式。和继续教练五式太极拳108式中的第11式到第16式，也就是上午搬南锤、如风势臂、抱虎推山、手挥琵琶、右揽扎衣、单鞭。好，下面我们有请钟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又开始上课。今天主要讲的是力如平准，活似车轮。这一句话是在王宗岳《全律》里边啊，力如平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太极拳本来它就是武术，它就是格斗术，所以在武艺乡李业一些的老三本当中，王宗岳《全律》在我们武式太极拳啊叫原论啊，就原来的运动，原来的理论。啊，所以在吴玉湘弟兄三个李业余都称为王宗岳全律是原论啊，也就是说，吴玉湘李业余后来练这个拳术，后来叫太极拳，都和王宗岳全律理论离不开的，都是在王宗岳全论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提升，为后来的五式太极拳。但是在现在，对这个力如平准、活似车轮，尤其是平准啊，它是木字旁一个和平的平，这个叫平准啊。但现在呢，有很多人把这个平改为就是和平的平，力如平准，又嘞又改成这个力如秤准，和字旁一个平，说它圆润就是这个平准。所以说，有的说是叫秤准，所以这个都不准确，它圆润就是平准。什么叫平准？在这儿，我的老师姚劲先生特别强调，也就是李勋志先生讲的，他的老师讲的，这个平准在过去
从字典上有人查说叫期盘，过去这个平准只是以一种都句。我在这儿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平盘啊，中间有一个轴啊，你看这个竖轴。利禄平准，平准就叫平准，这个是个轮，这个是轴。所以在过去的都剧啊，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啊，就有卖东西的时候他那放了一个这个东西啊，所以在这个圆盘的四周围放了很多东西啊，你搭这个圆轮它一转一停，在圆轮上边有一个知识的一个箭头，他这个箭头知道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归你；知不到，所以你这个钱就归这个卖家啊。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赚的东西，就跟过去的车轮，我们现在的车轮和轴，它中间有个轴承，它轴承在转，那个轴不转，过去都是这个人啊。轴转轮转，轴停轮停啊。所以在这个泰拳略，王宗说利禄平准活此车轮，利禄平准在上边这篇文章的上边啊，他提出来是虚令丁进气沉丹田，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啊。尤其前面提到的虚灵丁进，虚灵就白会写白会学，虚虚灵起，也就是说你脊椎脊背脊椎要竖直啊，也就跟这个平准一样，你中间这个轴一定要竖直，要垂直于地面，它再可以再转啊。你像这个人你看它可以转，要路过这个轴弯曲啊，它又转不动，你看它也偏了以后它很不容易转啊，甚至会偏斜倾倒啊。所以在这儿就虚灵丁进之上下要竖直，就头顶要往上虚领，腰胯要往下松沉，对拉八长它自然清灵旋转啊，因为这个轮跟轴是连在一起啊。所以说呢，立路平准上边垂直竖直，这个车轮就非常灵活转动啊，如果你这个轴弯曲它转不动，甚至会摔倒啊，会不平衡啊。所以说这是利禄平准，它并且在下边说了啊，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腰，这个也是对积极来讲的，对方尽力进攻你左边，你左边就虚，就左边就转动，对方的劲就被化掉。他进攻你右边，你右边感觉身体重，你往右边转，他就会推轮子，他往左边推就空掉了，往右边推又空掉了啊。所以在这儿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腰，样至则密高，肤至则密心，样至则密高。它是这个方向，这个是这样转啊，它往上推你，哎，这个轮流往这走啊，这儿一划掉，中间它又不把你划掉，往下推啊，你往下走，它中间进攻你啊，所以这个讲的是利禄平准活此车轮，不是像有人提到啊，说这是蹭的好意啊，你看这提的好意。这么是称东西的重物，这么是称砣啊，或者是这个
叫什么天平啊，叫什么，那个都不准确，所以就指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在这儿我为什么这样讲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讲以爻为主宰啊，太玄不是提到了，由于李业玉后来在他的五字诀当中写，以爻为主宰，以气为轮啊，实际上这次讲的是，实际上是以爻为轴，以躯体为轮，以躯干为轮，或者用手臂为轮啊。所以说呢，这讲的是这个爻是身体的中枢，要动它要带动肢体动啊。所以说呢，咱们身体上腰是在中间啊，所以腰动肢体动，也就是轴动轮动，一轴带轮，轮随轴转，这是泰拳最基本的运动方式啊。我们先讲这个以腰为轴啊，这个我在上去年的讲的时候讲过这个事啊。腰之腰椎，腰椎一上就脊椎，它有胸椎有颈椎，往下骶椎和尾椎啊，以腰为轴，也就是说以腰为主宰，以腰来起重啊，转腰旋臂，你腰一转这个背啊，就脊背它有旋转啊，转腰旋背，以背推肩啊，就你背一转动，这个背一转动，这腰一动，上边背一转动就推肩，肩推肘啊，这个肩推肘，肘推腕，腕推手啊。所以说这个是以腰为驱动，旋腰转背，背推肩，肩推肘，肘推手，手随腰动，这指上边啊，身体的上边。身体下边是腰转旋胯，这叫胯，胯骨的胯啊，旋胯，以胯吹气，以气吹踝啊，以气吹踝，以踝吹脚，脚随腰动，这样做你才脚手相随，上边的手是腰推动的到手，下边是腰推动脚来动啊，所以这是以腰推手。所以说呢，这个以腰带手就是以轴带轮，轮随轴转，也同样是以腰带手脚，脚手随腰动，这是泰拳最基本的运动方式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练拳的时候，也就是说手不能随便乱动啊，不能像这啊乱动啊啊，所以这个都是以腰带手。所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用。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一路平准活磁车轮是太极拳的基本的运动方式的，这个一腰这里边还有些技术问题，我们得知道一腰带胯，一腰卷背啊，这个里边提到的是练气，都知道练气。有的人讲说，我这个只要一练了一气动，我就感觉有气感，但有气感不一定你有内气，内气通过的长期的功法训练是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内气它是练出来的。你看开始我讲泰拳论就讲啊，虚灵丁进，气沉丹田，气沉你虚灵丁进，就头你能灵起来，但必须下边的要气沉到丹田。这个气是指的什么气？不是指我们呼吸的这个气，而是指的是内气啊。
以至于先天气，就你生来你带来父母给的你这种气啊，这个气要沉到丹田，这个丹田这个部位在什么地方，有的讲得很清楚啊，肚脐的三寸下边，肚脐往里边的三寸，这个都不错啊，但真正你动到丹田，你有内气的时候，你又知道丹田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丹田只要你练了有了内气，你气沉到丹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丹田在什么地方，就微女垮腰和气互相的作用啊。我们讲你练泰拳，腰肌腰垮脊椎要练活，要活要灵活，这个灵活就是腰垮脊柱，要活。我在这也简单的讲讲活啊，在以前我讲过啊，在身法里我讲过，脊柱要下插到垮里去，嗯，微女能转动，垮就两垮啊，可以翻转啊，腰往下一松腰，感觉腰就插到垮里，那个微女啊，微女就能往前送，能翻，这个垮可以往前翻往后翻啊，所以说的微女它能够转动，垮它可以向前托起啊，向前翻动啊，并且垮左右两个垮可以提放，左提嗯，右放啊，可以左右可以提放，你看叙事转化是五十太阳叫左垮托右垮，右垮托左垮，它要微履在正中啊，它不是从这错过来啊，一提啊就是虚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一个是垮可以前后翻啊，有的说这个垮可以前往前铲往后铲啊，就是前后能铲，左右像个跷跷板啊啊，你左腿虚你左垮往起抽，这么翘起来翘起来，但这个翘不是翘得很高，就有那个意念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腰下叉就松腰叉的垮垮里去，两垮可以前铲后铲前翻啊，左右可以提放啊，微女可以旋转左转右转，关键是内气，也关键是丹田的气在驱动，丹田是练太极拳的核心，也就是说你丹田有气了，内气足了，你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哦，丹田在这个部位啊、嗯、所以说呢，丹田转动可以带动腰垮肌的运动啊、嗯、所以这个腰的转动实际上你再进一步它是丹田的驱动啊、嗯、所以说呢，丹田是发动机，微女是开关，脊柱是车轴啊，四肢是车轮啊，就丹田是发动机啊，就劲从哪儿来，通过内气沉到丹田，丹田生发出内劲来，它驱动腰为轴啊，四肢为轮，所以说这是我们练的，就以腰为轴，它的动力靠什么，靠是丹田，丹田内转，丹田气足，丹田的气力周流全身啊，这是这个讲的丹田，也就是说你以腰为轴，你必须用丹田来驱动，也就是说丹田是发动机，微女我们比如说微女可以前送，微女就啊，既是开关它又是
方向盘又是舵，作为脊柱就是车轴，四肢就交手是车轮，啊，这个可能我们练过几年之后你体会到了啊，一腰为主宰，其实是以丹田为动力，啊，因为气向下沉，气沉丹田，就是气到了脚底，一脚为根为近根，经过腰的左右旋转，胃里的前翻前送，劲才可以从脚送到手上，啊，所以说呢，力路平准活次车轮，实际上在这讲的，你就是泰拳的基本运动方式，啊，以腰为轴，其实就是以丹田内转为动力，来催动腰，带动四肢运动。这是今天我要讲的力路平准呼吸车轮，但是你要做到以丹田为动力，这个呢有个首要的条件啊，就是你拳架。所以这个拳架，也就是说你身法就是提顶吊裆过裆护臀含胸八背耸肩抻肘，这都是身法。也就是说你肩胛结构正确之后，这才能够练出你的内劲内气，内气在生发通过的功法的练习才能生发出你内劲。所以说这个内气的它的作用，第一个，你内气足可以提高你抗击打能力啊，就内气足，你到你身上重拳击打，你感觉都没有事。再一个，打通了这个周天，就说没有病啊，也能够提高你抗击打能力。嗯，第二个是内气要转换成内劲，这个是要通过身法，就功法，在武式泰拳就练习这个单式啊，拦扎也好，云手也好，你慢慢的去练，按要求，按身法去一点点慢慢的越慢越好去体验，这个时候要求你不能用力。第三个的这个他内心能够治疗你自己疾病，你内心足了，你自己自身可以调理治病，你把你内自己身上的这个病能治好。第四个，内心它可以调整身体的结构，就内气足之后，你身体的拳架结构是自动能调整好。所以说我们力路平准活次车轮，它的动力就是丹田，丹田是我们练好太极拳的核心的力量，练好丹田必须要阳气，只有气足你才会体会到丹田，你体会到丹田才能主宰一腰，一腰带收脚，所以说你才能进入太极拳的门。所以这个太极拳这个引入要需要老师的引进。所以说在这个太极拳十三式格局上面说的是意气均来骨肉沉，也就是说我们练太极拳要重视啊内在练习，要重内不重外，也就是要重在内的看不见的东西，重点是练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今天是我讲的是力路平准呼吸车轮是泰拳练习的最基本的方式，今天就讲到这里。上一次我们学到了这个右楼梯奥步，我从开始练给你看一下啊，这不开步起势，左拦扎一，左前方，跟右拦扎一，这个一定不要手乱动，好。
以丹田驱动，以腰为主宰。啊，贯穿到一手指，埋个两尺。左漏小腹，虚实清楚，转腰旋背，推肩推肘推手，好，跟收回琵琶，又一个左漏小腹，右漏小腹，八兰锤，哎，我们就学到这个右漏小腹，从这开始学，是不是右漏小腹？这个时候是啊，根部抱拳，根部就左脚向前跟进半步，同时右掌抱拳到腰间，你看，哎。全心朝内斜朝上啊，左手竖掌向右前方推，哎，这根部上部打锤，上部时候左脚提起往前上部时候，右手掌扶掌往下按按，转腰。腰微微右转，转腰旋臂，推推臂打锤，你看这个圈打锤是全心朝左，不逐渐转到下，全心朝下啊。这个时候又说究竟在这个上边还在这个上边，你随着腰转它分开可以，哎就可以了，不要刻意的两招啊，就两手尽量不交叉啊，两三招，哎跟啊，这是八兰锤，我再来一次。右路小步，根部抱拳，上部打锤，八兰锤，好，我翻面练一下啊。嗯，右漏小腹，根部抱锤，一定跟半步，重心在右脚，左脚底一点点点地啊。上部弓步打锤，这个弓步打锤，注意腰要往后弓，哎哎。气要下沉，沉到丹田。好，再来一次正面啊，跟抱拳，上部转腰旋背出锤。好，下一个动作叫撸风刺臂，什么根部。再退回来，一根再退回来，这个退回来，你们两个手这还分开，交叉退，交叉，重心后移的时候，两个手两拇指要撑开，哎，收回来，啊，再来，这半拉腿，右脚后撤，两手交叉，重心后移，往后坐，两大拇指竖起来，撑开，收左脚，啊，只有把对方一个门打开。上部双推掌，上部拇指内旋，推掌又往下按搓的意思，哎，这叫撸风刺臂。啊，这又是个动作啊！再来，斑斓锤，根部退步分掌，
上部双腿掌，哎，嗯，你看这个时候，右腿不要蹬直，啊，五十太原始终不能蹬直，往前推的时候，右胯要气往下沉，要沉，要沉这个腿，哎，推出以后，啊，就推出以后。这个劲啊，就是换成了左脚啊，根部啊，这是陆风刺臂，嗯，这两个是连起来啊。抱虎推山，根部抱拳，上部左手往下微微按打锤，根部。交臂退步，退步交臂，粉掌收脚，弓步双腿掌坐。好，这是这个，陆风刺臂。下一个动作叫抱虎推山，嗯，再做一遍，根部抱拳。上部打锤，跟陆风刺臂，退步分掌，双腿掌，哎，跟好，我再从开始练一遍，大家跟起来啊，分脚起势。旋臂收脚，左蓝扎衣，跟转左脚，右蓝扎衣，跟单边。提手上势，白鹅亮翅，根部合掌，左搂起腰部，转脚，左搂起腰部，根部收回琵琶，搂起腰部。跟右搂起腰部，下边是我们继续搬蓝锤，根部抱拳，右手抱拳，上部打锤，跟退步陆风刺臂，好，这就是十二式啊。下边一个新式就叫抱虎推山啊，它是接的是陆风刺臂，嗯，所以这个名词用的是我乌石台叫抱虎推山啊，抱虎这个顾名思义就搂抱在推山啊，哎呀，根部抱虎推山，撤脚。以左脚跟位轴转135度，你看转，哎，你看冲这个方向，不要转成这个方向，成这个方向，啊，所以手随着身体要分开，你看撤转呢，右手随身体搂，你看左手放到右脸旁、右耳旁，你看这个地方。啊，脚转到45度啊，这个斜角。上部抱推啊，那成这个样，上部往这一抱推啊，这抱虎推山啊，是偏这个斜角。好，再来，
再来一遍啊。如风似壁，撤左脚，撤右脚，转左脚，上步抱乳推扇，跟啊，这个动作完成了，再来一次，跟撤脚，转左脚，这个左脚转，转180度，我刚才说错了，180度，这个方向啊，上步，这个是45度斜角啊，推扇，所以翻练一次，你看这个跟撤脚，以左脚跟为轴，一定是这个膝盖给大拇指要缩死啊，缩死要转都转，你看，这不45度，不是转正啊，然后上步推掌，抱推啊，再来一次。如风似壁，撤脚，转脚180度，成这个眼啊。这个抱拳，这个抱是虚拳表实，虚拳，弓步推掌，这在根部也合着，我再从这个就来啊，如风似壁，撤脚，转左脚180度，接近180度，搂推抱推，根部合掌，好，下边这个动作就重复动作了，就收回琵琶，右揽扎衣啊。要抱虎推山，退步，左脚退，往后退，转身，两个手要中间合手心相对，合收右脚，这叫收回琵琶，收回琵琶以后，上步右揽扎衣，这个是重复动作，就是右脚上步，揽扎衣，这个步推是正方向，不揽扎衣。再从这个做露笑步的开始啊，斑斓锤，斑斓锤，跟如风似壁，跟抱虎推山，撤右脚，转左脚180度正方向。上抱拳推掌，抱右拳推掌，抱推掌，根部撤左脚，转身收回琵琶，两手相合，右揽扎衣，上步，根部合掌，下边又重复动作，单边以右脚跟为轴转脚，单边。好，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内容，我从方向来练习啊，从这个右揽扎衣方向，右露笑步，根部斑斓锤，跟如风似壁。跟抱虎推山，撤脚，转脚，你看这个收表动，以腰为轴，弓步，抱虎推山，根部收回琵琶，你看正方向，收脚收手，右揽扎衣，跟转脚单边，我再练一遍啊，从这个右搂小步，
巴南垂根部，巴南垂灌腰打垂根部，退步往后坐分掌，上部推掌，腰要弓，进弓的弓，弓跟侧脚抱虎推山，左脚转180度抱拳推掌，跟收会琵琶，侧左脚收右脚，合臂两合住，右篮扎衣，这是重复动作，哎，不过方向是个正方形，跟转脚单边，嗯，打单边的时候要注意膻中啊，你要向膻中这个部位，哎，膻中这个部位向后向下沉，哎，两手自然有力，嗯。这是我今天教新内容，下边我带着大家做一遍。预备起，开步，收起身落，你看，哎，后边往微微往坐，哎，起，收往下按，头往起顶，好，左篮扎一坐，收起上部左篮扎衣，跟转脚右篮扎衣，跟单边提手上势，重心一定要有虚实要分清楚，哎，跟左搂膝凹步转脚，手分开，你看搂膝凹步到手，跟收会琵琶，左搂膝凹步，跟右搂膝凹步。搬篮锤抱拳上步打锤，你看，哎，跟陆峰次第退步分掌，双推掌，跟抱虎推山，转左脚抱拳上步推掌，跟收会琵琶，右篮扎衣，手不要乱动，哎，跟转脚单边，好，今天我们学到就这个地方，正16，第16式啊，单边。下边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一下。在这一节课重点讲了立路平准，活此车轮，就是一定要左右旋转。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钟老师，或者自己开麦，或者呢写到那个留言区里面。如果没有问题，我先问一下那个钟老师，就是那个根部的时候，就是说是两掌相合，是不是啊？虎口相对。就是没有说要一个收合的动作，还是因为好像每一个动作完了你都跟一下步，说根部跟半步，然后再对对对，这个根部跟半步，后边下边脚是跟着半步，上边手要会收一下，就这是一个收的动作啊，七撑开合也是个合的动作，就是收。就呼出以后要收回来啊，收往回收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刚才打的搂膝凹步搬篮锤，你看这个虽然跟的时候它没有往回这个收的合，但跟的时候这个手是合往回
微微收了一些，啊，这不是和就把剑收聚到腰间，收聚到丹田都可以啊。说打开，就弓不开，这是和啊，这在分，是不是在开，就收退出来，和这收回来，啊，断，啊，这不是开。啊，这不是开根，这个就是和和啊，所以和它不是只是一个动作，使你的剑气收回来，收到腰间，啊，团聚到腰间，这为和开，是通过腰间或者丹田把这个剑或者气分散到四肢，这为开啊，这叫合，这叫开，嗯，但不是动作，嗯。哦，好，明白，明白。嗯，我问一个哈，钟老师，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练这个的话，我每天需要多少时间练，能够才能够有进步？因为我觉得你带着我练的时候，我好像有那种感觉，但是我自己练的时候呢，好像就没有那种。那种气感啊，那种热感啊，就是说，您带着讲的时候，我跟着你讲的去琢磨去这么做，哎，就有感觉。但是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这个是这非常正常，因为你初练的时候一定要跟着老师的，啊，老师的带要带你一段，最起码带你三个月。哦，那我们像现在只有网上课，那就说只好。每次在看着视频，就是看着回放，然后跟着练，这样就嗯。但你从视频上跟着练也可以，但最好是，你开始学一定得跟老师一段，嗯嗯，最少你得跟上一个月吧，是不是？因为自己练又静不下来，啊，你东想西想，你思想静不下来，你就跟着老师练，你一边。老师一边说，你一边练，一边讲，逐渐的这个就是音，随着你的进步，老师的这个提示都是在变化，啊啊、现在有一个群友问说，请问钟老师一天练多久比较好？谢谢。这个就是说。一般情况，你初练的时候，你只要你身体时间允可允许，在这个身体你不累，你练的时间越长也越好。最少你不练，练上一个小时，嗯，所以最少得一个小时。其实一个小时才练四遍，嗯，啊，你头一遍你把身体没有互动开，到第三遍才互动开，第四遍才效果好。你如果练第五遍、第六遍就更好。我在北京这里，我们周六他们都过来练，他们每一次练习都是九遍，嗯，从8:30练到11:30，嗯。要这边的大多数人平常上班，然后晚上回来也有很多。这是都是上班，到星期六，我们规定是，不管你练多长时间，只要你星期六。你有时间过来就是8:30开始，用了9:00到，不过根据时间参考，一般情况都在11:30结束。啊，你练10年也好，20年也好，你练是一个月也好，都来这练，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互相可以交流，再又形成个气场。你一人练，你可能练上2遍，你不想练了，累的话，但是大伙一起练，它带动你，你就练下来。对对对、嗯、这个是有一个对对一定要形成一个一个团体有几个人约定什么时间练一块练互相带着起来了、嗯、第一个他互相可以带动第二个他有一个气场第三个你的互相观察你会有心理体会再加上老师在对不同人的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你都有一个心理感受它会提高嗯哦好
下面又有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是手术后的患者，应该推荐什么功法比较好？谢谢。手术后多长时间呢？如果嗯。是手术后，你看什么手术？哎呀啊，一般情况下，手术后嘞，这个身体允许的话，就你能够走动，这个从开始练，你最多练上10来分钟，逐渐再增加。啊，我们这有这个癌症的手术，那就是他在3个月之后可以开始练，啊。起码有一个女生，她是子宫瘤做到之后，她练上了，练了个1年多，不到2年，后来就上班，现在全国各地在跑，就联系业务啊，等于只要坚持就可以。她的练开始练的时候又坚持不下来，身体没有力量，所以她爱跟爱人同时练，我就给她规定你每天要练几天，她就这样坚持练，后来好了。脸色变了，原先脸色是乌黑色，现在脸是发光。但这个人岁数不大，现在有40多岁。既然讲到这个健康与那个太极的关系上，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说他肝郁，那他应该怎么练比较好？肝郁，今天我就给这个广东那儿的广州市做了个视频，他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五式泰山，他有这个六气法，六气法就是这个实际上是道家的功法，因为在传授上他就有，就是他分别以喝、吸、呼、思、吹、嘘。这6个字里发音的口型来呼气，呼气时候用这6个字的口型去呼气，分别医治心、肝、脾、胃、肾、胆。如果你是肝，就你念吸，就在呼气时候练泰拳，你念吸，吸就是虚幻的吸，叫口字那个吸啊。又练蓝扎衣，这个往外推的时候，那么呼气啊，念嘘，但不能出声音啊，用那个口型就行，或者是你自己听到，不让别人听到，一定要细长匀，嗯这个效果都非常好。哼，哦，非常谢谢钟老师。对，我想起来，上次在就是说欧洲太对，极，春晚时候讲过一次，对，您提供一个视频，对，就是讲这个啊，非常非常好。哦，好，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请问老师说，癌症患者什么？网络不好，没听清楚。癌症患者就癌症患者，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他坚持练泰拳，现在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我们这有很多好几个，有80多岁了啊。当时癌症，在住院的时候，癌症手术也没做，后来医院不给他做，说已经到了晚期，不能再做了。他现在80多了，他又活了都将近20年，到现在还没事。但是那个检查那个指标的时候，他是不正常，他不影响生命。就同一个选友问，他说当时患的什么癌症，他想知道。当时这个患的有肺癌、子宫癌、肝癌，反正几乎各种癌，不能说几乎，放好几种癌。这个就我跟你刚才说这个80多岁，这是天生的啊，他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后来不能治疗之后，他一边练太极拳，一边去外边旅游，有几个人一块儿到全国各地，到国外。只要有旅行社组织的旅游，他都去，一边旅游一边练太极拳，这后来就好了。这个里边包括什么呢？他心情非常好。在我在一几年的时候，
办班的时候他来了，来了以后他当时就监察，他说指标不很好，他有点害怕啊。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坚持还是练啊，一定要参加团队去练啊。他后来练呢，哎，在这边又基本正常啊。后来办班的时候，他再次办提高班的时候，他来了以后，他讲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他说就是练，什么都不要想。好，就是刚才那个全友他继续问，他就说他没有手术，只是太极吗？恢复健康了。刚才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他接着问，请问老师在哪里办班？在北京办班。OK。啊，这是最近25号就一个春季班，现在就开班。哎，一个班平常多长时间？在北京哪里？班的时间，时间不长，就是最多9次14课。每一次上课就3个小时练习，嗯，就大概就30来小时吧，不到30小时，这个套路基本能比划下来。比划下来以后，就是每周周六周日你都过来，来给你调整。然后你不可能是天天过来，嗯，好，就是一般是每周六周日上课，嗯，学完之后。你有时间周六周天都过来，一个招人带着你练，再一个有什么问题给你纠正一下。哦，好，这个得连续的一年多，嗯。然后呢，他们问，在北京什么地方有联系方式？在北京海淀区啊，北湖公园，就颐和园西门这个地方，嗯。哦。那钟老师待会儿完了以后，您能把这地址发给我，我再发给那个。可以，我可以发给你啊。实际上就在玉泉山旁边。OK。哎，那个，我今年可能会回国，现在疫情好一点了吗？那我也想去参加那个班呢。可以。嗯，到时候再联系你。对，到时候联系，我给你个电话。好。OK。哦，还有，请问老师微信有人要问老师的微信联系方式。嗯，没关系，我可以把您加上，这样我就有你的微信名片了。对，如果大家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钟老师跟我们详细讲解，从理论到具体的动作。然后怎么练，也回答了我们这么多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啊，积极提问，非常非常感谢钟老师，非常期待下一次课。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再见。好，再见，谢谢大家。好，大家再见。OK。